嗨，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小美江美琪。秋秋姐是一个很温柔、很温暖的人，有时候听她的一些歌，会觉得心情变得很平静、很舒服，超不一样的。这不是许茹芸，她是谁？你们这企划，你确定她是许茹芸吗？弗列亚是一个泡芙吗？不是泡芙。Sorry， 我觉得爱与勇气这个主题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可能每天都会经历，每天都会去面对到。但是我觉得他用电子的元素把这首歌的冲突感结合在一起，其实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就是你感觉他的声音是很柔和的，但他其实的柔和的那个过程，其实是有一个态度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江美琪。刚刚听完了许茹芸秋秋姐的新歌，听到这首歌，我心里有很多的冲突，很多的感受。我相信音乐是最容易可以疗愈的心情，然后让我们也可以好好思考，到底什么是爱。